曾經以前踢過甲組啦，同埋香港嘅代表隊嘅球員都練緊噶嘛。咁佢哋本身對呢個聯賽嘅睇法咧，腳法咧，甚至乎組織都好純熟噶。咁咁多年啦，波利文足力都要過關斬陣先至入到嚟呢個決賽噶。正是話呢一個係一個國球，我起腳嘅係。